欢迎收看《亚欧华财视频台》。尊敬的各位会长、各位朋友，还有各位乡亲，代表中国驻法使馆，代表。我是重庆海外交流协会的副会长杨大庆。这次呢，我们重庆那个经贸考察团到法国来访问，主要是来促进我们重庆和法国的有各方面的合作。拜访在法的川渝乡亲们，今天我们和法国川渝同会与全体同仁和法国华侨华人。各侨领欢迎重庆代表团。今天很高兴接待来自中国重庆代表团访问我们法国。在此，我代表我们川渝同乡会和父老乡亲们欢迎他们的到来。非常感谢大使馆秘密成员以及各界的侨领，欢迎他们。支持我们的川渝同乡会的访问，谢谢大家。川渝同乡会，它是1992年成立的，当时我们成立的叫四川同乡会，当时重庆还不是直辖市，当时的宗旨嘛，也就是促进中法交流，是吧？而且促进老乡啊，在巴黎，大家可以找时间来互相聚一下，叙叙乡情，同时呢。联系法国当地的友人，促进中国和法国的文化、商业啊、和留学呀、之间的交流。每个人都是一本书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每个人都很平凡，却又都与众不同。需要静静的品读才能了解。巴黎热恋非诚勿扰，我在等你。如果想要了解场上男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，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编辑短信0783389090报名参加巴黎热恋非诚勿扰。美丽新娘尽在巴黎新浪潮婚纱摄影，婚礼仪式录像，让您做最美的新娘。感谢华人医生皮肤病专家大力支持。Dès la lune peut témoigner le sang.
J'ai perdu mon...